随着人们对环保意识、生活质感的提升，隔音建材的性能、品质也备受关注。拥有多年研发、外销经验的游春勇总经理，听见大家的需求，以干净无毒的顶级隔音垫，为国人带来最安心的宁静空间。当初在1997年的时候，老董接触了这全硕科技现在目前在生产的这项产品，他觉得很符合他的理念，他希望用这一项环保无毒的产品去取代市面上有毒的橡胶或者是塑胶的材料。秉持着环保永续的生产理念，为了确保隔音垫材料的品质与无毒，游春勇毅然放弃使用成本低廉但难以管控品质的回收材料，坚持使用新的材料来制作。使用新的原料呢，我们可以控管我们的原料非常的干净，又加上我们的制程也非常的干净，所以我们几乎所有出厂的产品都可以达到像 ROSE 啊，然后无甲醛，然后没有 VOC， 甚至可以通过 ISO 10993。不只是对原料有所坚持，为了让屋子里的隔音垫能长久使用不损坏，游春勇对材料的性能也毫不妥协。一个好的隔音垫不但要有好的强韧性之外，当然也要不吸水。强韧性是指对产品施压之后不能裂开或是有损害，否则就表示它不够强韧，耐用年限堪忧。而防水性指的是产品不能吸水，水是很好的传音材质，会降低隔音效能，也容易滋生细菌，使隔音效果变差。除了留意材质，由于隔音垫粘贴在楼地板与水泥砂浆之间，为了避免地震造成错位，工法上也必须要有极佳的粘合度。这是一个单搭的工法的产品，所以说在这个水泥砂浆来讲，它很容易就可以把它撕裂下来。那么在双搭双面搭接的方式，它跟水泥砂浆的咬合非常的紧密，很难去把它撕裂下来，这也是我们公司这一套产品的一个实作的功法。重视研发的游春勇总经理和工研院长期合作，在和其中同样身为父亲的孙博士闲谈时，两人聊到了如何保护孩子远离病菌，以及孙博士为孩子研发的长效防护膜抗菌液。跟孙博士不断的交谈之下，还有沟通了解学习之后呢，我就发现它真的不但是一个很好的产品，而且它真的对小孩啊，对环境都很有帮助，而且它是一个救人的产品。那我们搭配了一些机能钛改之后的一些钛的氧化物，所以它在环境中它可以非常非常稳定，它不会因为接触到光线或接触到水汽或者严苛的条件下又挥发，它可以附膜在我们想要附着上的载体上面。长效防护膜抗菌液在电梯、书包、课桌椅等各种物品上都能附膜，能够有效地减少因碰触物品而造成的间接接触传染。经过我们改制之后，它可以对环境中的一些光线，它可以产生大量的氢氧自由基之后，它会分解细菌病毒，分解空气中的有机的材料，所以它可以除了抗菌抗病毒之外，它还可以除臭，还可以防锈等等的作用。作为长效防护膜抗菌液主成分的机能肽为食品级安全成分，经 FDA 认证为可喷在人体上，并且通过六大安全认证，包含皮肤刺激性、皮肤过敏性、还有眼刺激、还有吸入性、还有口服毒性，那还有一个细胞毒性，这六大安全让使用者在喷洒我们的这个液体的时候，能够在环境中或者不小心接触到人体的时候都是安全的。奉行父亲游立春董事长的勉励，游春勇不只是生产环保无毒的优良产品，同时也希望能将对地球与世人有益的产品推广出去，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他给我们的是四句话，就工厂即道场，同仁是共修，产品是甘露，客户是菩萨。他是希望说我们不但能够成为一个永续经营的一个企业，也能够变成一个做功德的事业。